哎，书到用时方恨少。我们来看一下，陈娜当一日老师啦。今年六月即将从师大毕业的 SHE 成员 Selina 却因为不用实习，未来是和老师这个职业绝缘。为此娱乐百分百安排她走进西松高中担任一堂实习老师，这可能是 Selina 这辈子唯一一次担任老师的机会。一进校园， Selina 是头晕目眩，四肢无力。看到学生簇拥，她不但没有喜悦的心情，反而有随时落跑的准备。不过人都已经往校长室的方向走了， Selina 是只有硬着头皮拜会校长，感谢他的支持。校长，这是我们的最新的 CD， 送给你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很多次是三位哦，我里面有写字，好写字，谢谢。要写说不要当停课，停课。差不多教学那一部分是专业，是应该是没有问题了，应该有问题啊。那麻烦你。可是因为我没有真的去实习过或试教过，因为我同学都有，可是我没有，我就上过那些课，班级经营啊，然后什么学生辅导什么，我都有上过，可是学的应该有限，他没有实战经验，因为他都是进入演艺圈，所以他同学去实习的时候他没有空。可是我相信你在演艺圈的一些学习、一些社会经验也可以传授给同学。对对对，你好懂哦。你觉得老师好啊？我觉得你好像比较适合。那你们换一下衣服，我们衣服做一个交换。你们两个不是要换衣服？有换了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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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Selina 当实习老师， Pibiella 倒也没闲着，他们换上高中制服重温学生滋味。而说到服装，在这里可真得好好的介绍一下 Selina 这一身打扮，装扮成新法尤物模样，可是她如果真的教书必备的穿着哦。老师现在车台下还没有进那个教室之前，我先不给你面子，我先侮辱你一番。哪有老师穿成这样啊，不端庄，整个人像那遇到什么金发尤物一样，你们拍一下啊，穿貂皮大衣耶，这样子有什么不妥吗？我让学生看起来赏心悦目啊。可是这是不是这也是一种 style 啊？如果你没有进入演艺圈，如果你当老师的话，你真的会穿成这样？哎，可是我会这样。我们学校真的有个老师，他每天穿的那小。我们以前也有，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很好，他活得很快乐，然后我们学生看了也很开心，因为每次他来，我们就会看他穿什么，然后就心情很好，就很期待上他的课。我就是想当那种老师，就是老师要有一个模范。应该好，我也没有漏什么地方啦，应该还不会上不了课。哎 ，OK。老师，我要跟那个你们讲，老师有一个很丢脸的东西。你们不要看，我要看。直接试声一下好了，这老师人真好。老师，江南，今天这原本是新的裤袜，就穿上我不知道怎么弄的头发就破掉，而且越拉破越大，我很怕等一下上课的时候那个小腿都已经就是都已经沉淀出来。老师好不端庄，还好这裙子够长。老师你外表端庄，你五类模特，你里面都破掉了，我里面都败絮啊。原本以为钟声响起，准备要走到上课班级的 SHE， 却临时被校方给挡了下来。原来是 SHE 到西松高中引起学生大轰动，学校担心发生意外，是请他们暂时留步。可是老师，我怎么这么红啊？吓到了！我是一个红牌老师啊！我天哪，我上一堂课到学生就拥挤成这样，我好紧张。幻想自己是个红牌老师的 Selina 在被请回办公室之后还不过瘾，她坐下来，这回要当个发飙的老师。同学，在老师面前讨论老师啊？老师，你在那干嘛？就这听话，很不错，家长一个。你乱讲话，气你小。老师整个人很不公平哎。老师，你有没有睡着主任？我也只是说说而已嘛，老师就不能这样说玩笑话吗？校长要进来了。天哪，照我干嘛？他说那个作业可不可以晚一点交？晚一点再交，我忘记带了。
忘记带是姐妹，她真的有帮我送来了，送来了吗？对，老师我作证，因为我们一起写，所以你们现在意思，现在妈妈会送来，何必来跟老师报道，浪费老师时间。会迟交，因为你说自己姐妹要交啊，你就不能迟交，迟交要罚钱100多。除非你们帮我拿到 SHE 身体照，不然我不行。好，我去排队。你们念哪朋友？老师你干嘛？老师你什么时候想结婚？对，我都会问老师这个问题。我也会耶。你看妈妈，你还敢讲我？她也是那种学生。我是只有限定某个老师，是我对她有意思的老师，我才会问，好吗？男老师。对啊，我以前在学校会问哦。因为你是男的，你要问女老师啊。我问男老师，问男老师，男老师说，老师那他如果他结婚，我说老师你怎么知道生宝宝？我也对，这是对啊，我都会问。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，当然没话聊，这是最好的。不会，而且我看到老师肚子好像似乎有点鼓鼓的时候，就叫一声老师，老师他是有大肚子。我从小很怕老师，怕什么原因？各位同学，上课可以带手机吗？哦，被老师骂了，拜拜。哦，老师我没有带，因为我妈妈没有买给我们家的钱。穷没有关系，穷不是病，穷是要人命。没有，我乱讲。老师，今天你要教我们东米绕的，希望你可以导致我们穷不是病，穷起来要人命。我们先去找那个老师走了，快！老师，你觉得你家光明妥当吗？我昨天在林森北路有看到你。居然讲出来啦！哎呦！老师，你不要这样哀叫，是声音好吧？庄重一点，手一定要强，真壮一下。我觉得我当老师哎，你不像，你是矮版的老师。三个人就这么无厘头的扮演老师与学生的游戏，真的到了进教室上课的时间了。Selina 再也无法掩饰面对学生时紧张的心情。42号，童真，哟，薛
身体不好，身体不好，哪不好？是是吗？到底要多少？哦，你是男生嘛，是吗？肾有问题，就要小心点哦。好，今天呢，老师是上什么课？公民是吗？对。生涯规划好不好？在师范大学就读公民系的 Selina， 如果当老师就是教授和公民有关的课程，努力掩饰紧张的她，就连拿到粉笔都非常兴奋。虽然出身望族，可是我从小就立志要当老师，所以老师不顾家人反对呢，还是当上了老师。同学，哎，快来笑，不要那么大声了。老师，拿粉笔吗？妈，太脏了。Selina 被同学告白是差点不知所措，再加上紧张， Selina 接下来简直不知怎么往下教。等一下，那位同学，那个你教的接下来是什么？哇，你说的好棒啊！你本来想要
一个收缩动作吗？现在收入还蛮多的哦，很千万块。对对对，所以有没有可能会直接开一个食材哦？那你会想当职业呢？我像我都只想当个平凡的上班族。那你觉得你有可能吗？我觉得很难诶，因为我已经平凡了。哦，经不平凡是吗？但是我很向往平凡的感觉，我觉得这样生活很充实。懂，老师相信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，好不好？我的答案是走一步算一步。走一步算一步，那第二题答案呢？你没有写题目，我就忘记题目。我觉得学生跟艺人能谈恋爱。那有没有今天去轰趴或者榴莲网咖？轰趴榴莲网咖，我也太可以，很轻松。梦想中的职业呢？我像我都只想当个平凡的上班族。老师相信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，好不好？好。那等下哪位同学想的？老师快速通知他。这位同学，最怕被老师点到。我在想，这老师要点什么？这个。哪位同学？来，起来跟同学分享一下吧。老师，第一题是我的答案是走一步算一步。走一步算一步，那第二题答案呢？你们要写题目，我就忘记了。就是你觉得你目前的生活，你可能从事的职业是什么？歌手，渐渐迈向过气歌手。讲得很不错。还是面对老搭档 Selina 才不会有怕怕的感觉。从三个人的对话，大家也感受出歌手其实并不好当。班长。班长抽屉好坏。接着，学生跟艺人谈恋爱。学生跟艺人啊 ，OK 啊，只是生活圈比较不太一样。那你有没有向往就是喜欢的艺人？他的几岁应该不会很多。那你们这样，我可以帮你问问看。真的吗？嗯。我最喜欢的 SH 里面的 Hebe。虽然不断有男同学做出惊人之举向 SHE 告白，不过 Selina 还是努力的做好自己本分。她以学生歌手的经验和同学分享其中的酸甜苦辣。当艺人的话呢，歌手的话其实生活就比较不稳定，因为你每天工作可能会很早上起床，然后工作到三更半夜，然后第二天可能睡一两个小时，然后必须早起床，所以会比较不稳定，比较累，有一些心酸啦。可是学生也有学生的劳累的地方，我觉得啦，像现在当艺人的话，你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，因为学生的话，你如果自己给自己压力很大，每天必须要念书啊，然后要很全神贯注在你的就是课业方面。可是当艺人的话，因为我们自己都还蛮轻松的，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所以就不会那么有大压力。这回答满意吗？好，可以坐下。老师人场了，赶快上来。Selina 课上到最后是干脆把好姐妹请上台，除了人生规划，三人都语重心长的有好多话要对学生说。他们期许同学认清自己的目标，勇往向前。现在你们学生哦，你自己要想好你自己未来想要做什么，但是那只是一个目标，促使你前进的动力。如果目标没有达成，在过程中你说不定你可以寻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，你可以认识很多人，或者你可以学到很多事情。你们都几岁了？十八了没有？对，有些有些有一些还十八岁已经有法律责任了，所以大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那有没有今天去轰趴或者榴莲网咖？榴莲网咖我也带可以。
老师穿这样不太适合，你明明就哪天就换。好啦，不要老师丢脸，这样大家有没有一个心得啊？那像我们呢，我们三个是朋友，好，因为我是朋友，朋友是一辈子的哦，但情人有可能会抛弃你，有可能脚踏两条船，有可能劈腿，但是朋友却会在一旁帮助你，但是朋友有可能会跟你的情人发生关系。认为啊，人生这种东西你自己去体验。好，那今天希望呢你们会有所获得，那祝你们毕业成功，还有考上大学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我要回去写功课了。我给你500块，你跳到来参加，跳好，来跳一下给大家。OK， 来尖叫，尖叫，一二三，太鲜，很适合。这一堂由 Selina 担任实习老师教授的公民课，是在 Hebe、Ella 的协助之下圆满达成。三人在下课之后开心地和同学合照。对于 Selina 这位实习老师，学生光是看到她就100%满足，更遑论上了一堂由她教授的课呢。这一堂可能是 Selina 空前绝后的课，她表示自己太紧张，给了不及格的分数。相信这一堂课不仅让学生成长，对 SHE 三人来说也将是永生难忘的经验之一。哎呦，我真的很期待你。